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老师的频道。我们今天呢是久违的猫咪单元系列又来啦，因为他们的零食还有他们的主饲料，我最近又换了一圈。我最近换这个是樱桃鸭，然后它里面是这个样子。那因为已经喂完一包，他们都还蛮爱吃的哦。可能因为比较偏油腻吧，我不知道这个对猫咪健康的影响程度会怎么样哦。但是呢，至少喂的胖胖的是我蛮想要的一个目标啦哦。好，这个是五谷樱桃鸭豆干饲料，等于全猫配方，肉多多纯肉制造，低油脂哦。它强调低油脂哦，而且85%的肉含量，10%的蔬果，0%的谷物。而且啊，它这边写说高纯肉饲料加冻干肉块加零脂多糖体。哎，好像很多东西都喜欢加零脂多糖体耶，不知道为什么哈、哦，可能对猫对狗真的是非常好吧。还有我还要买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？Holistic 小圆饼干，等一下给大家看那个小圆饼干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我要开箱这一箱东西喽。我订了一箱东西来，豆豆说他给我一些零食，这好像是送的吧。然后我买了什么？哦，长肉肉熟成切打起司，等一下给他吃看看，真的很爱乖。里面专买一包五谷特级总会冻干饲料，他两次都来了，嘿嘿嘿，等等呢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，噔，你看，然后里面是这样，看得到吗？长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我就会先把它剥一片一片的，剥成这个样子之后让它吃。好，这个先摆一边去。好，我要来开零食了，这个叫做长肉肉熟成切达起司，来看看里面会有什么呢？开了之后，夹链袋里面还有一个真空包装。看来，肉多多的东西，他们两只爱吃哎，因为之前有他们爱吃的东西会在镜头上，然后他们就变得不爱吃，可能怕生怕镜头，但是这个肉多多的东西，他们是爱吃的。这叫做熟成切达起司，我记得好像是加购品加价购的感觉，然后会比较便宜，所以我就买它了。那现在看起来他们两只是很开心。再来呢，我要来倒新的东西出来，这个叫做特级总会冻干饲料，我开给各位看。哎，打开，我看到，哎，天哪，我不知道光源够不够哦，但是里面打开还有整只虾哎，这一定要拿给大家看，整只虾哎，我的妈呀！真的是特级种味，然后还有这个他们之前不爱吃这个，但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不爱吃。然后呢，拿汤匙挖给大家看，没有？你看每一汤匙挖起来的冻干就是这样的感觉，里面感觉有没有像我们那个鸡丝肉饭和牛肉饭那种感觉？我要来喂他们吃，来吃喽！哇哦，来！哇，你真的是很多余。去旁边。去，你看它很爱吃哎，是看猫吃东西，看动物吃东西，其实是蛮疗愈的一件事的哈。哦，你好贪心，咬那么大块。它其实最近被喂胖了，也比较没有那么骨头，那就是靠这个猫多多长肉肉，请原谅我，不叫长肉肉，手掌的长肉肉的肉肉，而且内含超大冻干虾仁。给他吃一个虾仁，把它喂吃虾仁，希望你是会吃的。他把虾仁吃下去，好开心哦！他会吃虾仁哎，我才刚放下去他就吃了，太棒了！你在吃虾仁哎，可是他一口咬不掉，所以他现在在咬第二次，可能真的那个太嚼劲，太有嚼劲了，所以他现在在第二次的品哦，第二次他把它咬掉了，好开心，买对东西了。它有冠名赞助厂商哎，就这些冠名赞助厂商还蛮妙的哎，它是台湾导盲犬协会。他说每售出一道长肉肉，我们将捐出10%金额给导盲犬协会，做爱心，非常棒。原产地台湾，它里面写很多哎，你看什么，加强增加幼猫抵抗力，然后促进新陈代谢，然后还有什么护眼保健，然后维持皮毛良好状态，绝佳老龄照顾。然后增强肠内菌虫平衡，
然后抗氧化复合配方有助于抵抗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，所有你可以想到它都写上去了，心血管保健、气味控制、维持理想体态、维持强壮的骨骼结构，哎，真的，所有你想到会写在饲料上面的东西，它全部都把它写上去了，好屌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是我希望是真的，因为对我的猫咪健康是我觉得会是很大的一个帮助。那通常剩下一点点饲料的时候啊，我会把剩下的饲料一起把它倒到新的饲料上面去，一方面就是让它们能够不适应期啊，但是其实我发现我家的猫很特别，它们本来就没有什么适应期，它们是很喜欢吃新饲料的猫，新饲料一来它们是超爱的，就是说哦不要我不要吃新饲料，我要吃旧饲料，不会耶，但他们不会讲话，但是我透过他们的吃让我感受到这些，因为之前有一些不忌口的那些让猫咪很适口性很强的那些猫饲料，其实效果没有很好，但是我买到这一款的时候呢，我自认为效果是真的不错的，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家长肉肉 OK。 嗯，欢迎来吃吗？我们来吃看这个好不好，这个是五谷特选鸡冻干饲料，来打开来看，来里面哦，倒出来。这种小包的哈、鸡冻干饲料其实很少，你看它其实没什么干，没什么冻干，就是碎碎的那种碎片，所以小包的这个鸡冻干真的还蛮没东西的啦哈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买鸡冻干，除非它是赠送的或者是很便宜，那你可以买。那撇除这两个因素之外，我觉得买这种大包的，这大包的是几公斤啊？好像是1.多公斤。我印象中我会买的饲料大概都在落在1.多公斤，然后内容量1.5公斤，适合全龄猫，新鲜去骨鸭肉与蔓越莓。酷哎，这边呢，50克冻干鲜肉。包含了鸡肉、牛奶、鱼鲜虾，50克哦，它只提供50克哦。可其实我在用起来啦，我是觉得是蛮多的。你干嘛？你看到什么？吃饭。它很讨厌的就是这样子，它会，我们换个位置，来，这个位置给镜头照。你是不是想吃这个？对啊。有没有？你看它就是讨厌的一点，就是说我今天路过有其他的东西干扰到它。对啊，看来它就会被吸引走，然后它就不吃了，然后它下次再吃呢，就是很久以后，就是你要把它带回来吃，不是了，不是了，你吃喽，你先来，新饲料大赛，快点，甜甜，哦，你好胖，天哪，这只胖猫，这只猫呢，它比较不挑食，那它比较会去吃。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，对他来讲是没问题的。那我看他对这些东西他会不会吃？会耶。但我一般在喂饲料有比较高的架子把这个盆子撑起来了哈。那我现在拿架子来。妮妮，那芊芊，来。那正好各位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东西实际上我觉得蛮不错的，对猫咪来讲很好喂。这个小包的就没有那么建议。因为它其实里面不知道是味道，还是它的那个饲料是一片一片的。我家的猫没有那么爱，不代表你家猫不爱的哈。那长肉肉他们也还算喜欢。那今天呢，开箱就是要介绍这些东西，介绍这些我比较特别、新奇、以前没看过的饲料冻干。因为我最近都搜寻冻干的饲料，想说。反正我们人嘛，对不对？就活那么几年而已，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来个悲伤的音乐？人呢，就那么几年而已，那多喂一些自己好吃的嘛。那猫呢更少，猫才十几年而已。那在你有生之年，那你们多吃一点好吃的嘛，对不对？至少吃的可以很开心，是不是？今天是不是很开心？这是公猫，公猫比较会把饲料吃的到处都是，就是舌头太强嘛，太厉害了嘛。所以他会把那个饲料都弹出来往外面。这只猫是冬瓜猫啦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来到我家，那它会是主动上去磨蹭你的那一只，那它也不会去躲起来，那它也会让你抱，
比如说抱个可能十秒嘛，是吗？还是十五秒？还是一分钟？它就会开始左扭右扭，然后翻身，然后跳离开你身边。但是你还是抓到它，它抓到它也不会咬你，也不会生气。就是一只公关猫。另外一只呢，就是那只豆花，灰色蓝色的豆花，它就是会躲起来，有人来它就躲远远的。然后除非说是你真的是来很多次的，比如说我们家清洁的弟弟，他来了很多次，那他就会不躲起来了，他就很知道说哦，这个是自己认识的人，他不会对自己怎么样，所以呢，他就会很轻而易举的就觉得说这是自己人，我不用去躲起来，我就会直接接触他。哦，他现在豆花刚刚去尿尿大便之类的，然后他把猫砂弄了很久，弄好了，所以他现在又回来找我了。钱有个好处，钱钱的好处就是说，当我在豆花旁边喂它吃饭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去打扰豆花吃饭。但是当我不在豆花旁边让豆花吃饭的时候，它就会冲过来把豆花挤掉，抢豆花的东西吃。所以喂这一只豆花吃饭是蛮辛苦的啦。就是说，它如果今天去外面当野猫，可能很快就饿死的那种。那这真的就是宠物猫。那你就是要好好的帮他把他的食物捍卫好，然后让他安安心心的吃完，不要被其他的噪音或其他的人所干扰、所影响。他，你看他现在如果看外面有鸟或有麻雀，那他可能就会被吸引到，然后就会过去了，就不吃了。他很常这样子，再加上如果饲料遇到不好吃的就会这样，所以我会很烦恼他的饲料。那所以我会说，这个长肉肉、长肉肉的这种小包装的，就是什么？哦，它有不同包装的耶。然后这个樱桃鸭的，然后有什么？还有特选鸡冻干的。然后，那我们现在知道说特选鸡冻干他们好像比较明白。好啦，他们两只都吃饱了，我看你还不要吃，你还要不要吃？姐姐的眼睛很漂亮，你看姐姐的眼睛，它其实在阳光底下，它是一个蓝色玻璃珠的眼睛。猫咪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哦，它的鼻子是什么颜色？它脚部是什么颜色？哦，来看一下，它鼻子在这里，看一下，它鼻子是这个颜色，就它的脚部就是这个颜色，有没有？它的脚部就是这个颜色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豆花，你看哦，豆花的鼻子是黑色，有没有？黑色鼻子，那它的脚部它就是黑色，所以呢？猫咪的脚蹼，大家看鼻子，我后来发现，但我不知道是每只猫都这样，因为至少我家两只猫这样的哈。如果你家猫不是这样的话，哎，对，那我们知道拍照，然后上传，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，好吧？那你喜欢撒娇，那很多又有东西吸引它了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那我们就是记得按赞、加订阅、加分享，围绕这频道，我们会有找到不错的东西吃的，给猫咪试用的好吃的东西，看起来它写的是很正常的，那也对猫咪好的，就推荐给大家知道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。